为主理人竞演战。爱跳舞的人一定都懂我的那种炙热的感觉。Rocking， 我从来没有跳过，我喜欢挑战。来，就是挑战一下自己嘛，来吧，迎难而上。用 Crom 的这个力量，在整个舞台上全部都炸开。那第二季竟然又邀请了我，所以我果断选择第二季我要玩点新的花样。我的目标是超过第一季的我，更上一层楼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，就请投出毛巾。现在厂牌竞演即将开启。首先呢，参加我们这一季节目的所有的选手都是来自于全中国最顶级的21个街舞的厂牌。与此同时，6位主理人也会通过一系列的选择加入到你们所喜欢的舞团中去，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。我今天特别特别期待，今天来的舞者们都是专业的中国有名的舞者们。T.I. Queen B R&B Crew X Crew Future， 感觉特别像 Underground 起舞 Battle 的一个比赛的现场。 After watching the show today， 真的名不虚传。真的是你，我天哪，很羡慕他们这个年纪就能跳成这样。可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今天绝对有黑马，他们就是那匹黑马。黑马，我想跟你们合作。我要先说 I gave it to you first because I want to work with you. Stop following me, okay? Nah, she's my friend, come on. 那我在的话我觉得无需多说，喜欢。如果你们选择了丹诺老师，我也没关系，加我一个就可以。我很想跟你们一起玩。那我也玩一下吧。你就死在台上。我这次来啊，我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该刚就刚。你必须得像一个战士一样生死一搏。这个我一定要赢，千万不能轻敌，我觉得这是首要。所以今天告诉大家 battle 是怎么玩的。Take it easy on your joints today. I don't want to carry you home. 那你们一起走吧。经过第一赛段竞演，第一组将被淘汰的限定厂牌及主理人士。
也是我们队的队长，我是我们的妈妈的呢，当然了，也是他们的 soul， 也就是灵魂。我也不想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实力在这儿呢，实力和颜值怎么说呢，并存。大家好，我是 Never Ending Crew 的副队子熙，是团队里的体重担当，最高学历，最大脾气，赛场的代表大弟。大家好，我是 Never Ending Crew 的太彤彤，我是队里的脾气担当，脾气最好的那一刻。大家好，我是 Never Ending 的亚楠，我是队内的姐姐担当，姐姐姐姐无法超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ever Ending Crew 的杨友弟担当，去有我在，魅力外。一节完毕，咱就说颜值这一块就是嘎嘎的整活。我的老虎哥就住在这个屯，我是这个屯里逃生偷生的人。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。怎么好？我们又相聚在这里，为了 NSK。然后呢？你还打球。然后呢？好。这头怎么样？啊？这能播吗？今天是排练的第四天。我脚烫了。还是你第四天，月月胖了第四斤，能唠就唠。好，真的，还厉害吗？有点音乐博主的味儿啊！不是他，你看这个视角。Hello， 这是我们杭州店少儿团体的一个，这个叫荣誉墙。上面是一些他们这两年获得的奖状啊，最上面呢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去年 HHI 杭州赛区的一个冠军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些其他在杭州当地一些比赛的奖项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RB 部的曲奇，今年20岁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RB 部的阿涵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RMB Crew 的浩子。我是 RMB 拥有2米身高的哥哥。哎呦呦，我是来自 RMB 的米哥。